这样子。嘿，我哪里有不懂得浪漫了哟？都啥子浪漫了？丈夫那么懂浪漫个人，你不要诽谤他哈。都是。我诽谤他？你不是在诽谤我是在干啥子吗？耶，你姐不是我的五二零花，她干嘛？你都说是不是玫瑰花？不愧是重庆刘德华送的花儿，还可以跑开喝，是不是嘛？很有创意。我问外婆是不是你是哪个？啊、你干啥子？你不要打他。他虽然说是你弟弟，也是我兄弟，晓得不？你有本事冲到我来噻！你冲他怕啥子火嘛？老子啥子时候把那个屁话说？那么好看的玫瑰花，跟情侣戒指都是姐夫给你买的，姐夫啷个不懂浪漫的嘛？爹，你今年哪个生日花挣多钱给我买礼物呀？那是我在抖音商城520好礼记有个礼赠活动买的，在里面可以买到好看又划算的礼物，上抖音点商城搜520礼物，爱的礼物全网低价不怕比，都像我对你的心全网不怕比。姐，能让重庆刘德华对你那么上心是你的荣幸。你远点吧，姐夫，我今天没有什么回事，非常的完美。那上回说了那个游戏机买，但是你走得要帮到我哟。那必须，你我兄弟，辈子兄弟。兄弟啥子兄弟？兄弟兄弟兄弟。抖音。